放开，放开他们！卡利斯格会永远守护在这里。撑住，援军就快到了，撑住！啊，我一直深陷于噩梦中，我在噩梦中不断的死去，和所有的卡利斯格骑士们在不断重复死去。每一次醒来，我都被自己的样子吓到。我为什么会变成这样？你愿意凝视我现在的样子吗？我知道你是在安慰，连我自己都不愿意看。卢恩的斯格骑士团全军覆没，卢恩的骄傲与花朵都在那一天彻底颓败，而这也成为我的梦魇。我的双手不再是以前的样子，我也无法握起我的剑。我不知道，忘记了死前所发生的一切，醒来就变成了这样。我需要知道真相，否则我会一直困在梦魇中。你会帮助我吗？谢谢，在时光回溯中回到我死前的最后三天，请一定要帮我找到真相。卢恩的骄傲与花朵永不凋零，成日，啥意思？我一定会应过你。冒险者，请将这片花瓣送给我的对手，他是卡利斯格骑士团副团长阿特利斯。对卑劣的人持剑，向尊敬的人行礼，阿特利斯值得我的尊敬。谢谢，让人最抢位，没想到。这是卡利斯格团长独有的花瓣，只有被他尊敬的敌人才可以得到。耶，阿特利斯太棒了。没想到我竟然可以得到团长的蓝色蔷薇花瓣。因为你越来越优秀了，你知道吗？很多人说副团长跟团长大人越来越像了。阿特利斯是优秀独特的存在，值得被我尊敬。连你爹拉的团长都没有获得卡利斯格小姐的如此对待，我一定好好珍藏，每天拿出来看一看。冒险者，你也想挑战我吗？那就等你做好准备的时候吧，我可不是轻易给出我的花瓣的哟。对了，你为什么会来到遗迹之地？如果没有施密特王的允许，不会有人来这里。真的吗？那你知道卡利斯格骑士团的精神吗？我要考考你哦。卡利斯格骑士团的精神，保护卢恩子民与远是第一位，其次背叛者就得严惩，并且永不欺负妇孺，记住了吗？是的，这是卡利斯格的使命。好的，恭喜你通过我的考验。就这么简单让这个家伙加入我们吗？总觉得这家伙有些奇怪。阿特利斯别担心，我会继续考察这位冒险者的。走吧，和我们一起执行一些任务。在我短暂离开营地的时候，卡利斯格骑士团被突袭，所以我们需要采集一些红丹落叶作为药物储备。需要我和你一起吗？我的小姐，听说药草的地方有你最讨厌的蛇出没，没我你能行吗？讨厌，又叫我小姐。不过我真的光想到蛇的样子就感到可怕。这个世界已经有毛茸茸的小动物，为什么还会有冷血动物的存在呢？哈哈，就像人一样，有人纯净，有人却污浊。我应该收起我的偏见。好了，出发吧。小心一点，别走错了，就在这里一直往北边走哟，是北边。好了好了，我记住了，别啰嗦了。哎呀，我好像忘了在哪儿了。上次是阿特利斯陪我来找的，可以帮我一起找一下枫叶的方位吗？跟上松鼠的步伐，他们最喜欢藏在有红丹枫叶的地方。怎样，你找到枫叶的踪迹了吗？我也发现了一些奇怪的踪迹。你听到了吗？不是小动物在求救，我听得懂他们说话。救救他们，他们看起来太可怜了。我的直觉告诉我，这个陷阱本来是为我准备的，小心一点就好。小动物和鲜花是这个世界仅存的美好，所以我很想守护他们。小家伙，太可怜了。是你替我们承受了伤害，如果我们早一点来采红丹落叶，受伤的或许就是我们。好点了吗，小家伙？好多了。那就好，小家伙，你有名字吗？没有。那就叫你斑斑吧，喜欢吗？喜欢，我叫斑斑。斑斑，你快走吧，这里很危险。跟我来。这就是红丹枫树，它的叶子有很好的止血效果，请帮我收集一些吧。谢谢，红丹枫叶有很重要的治疗效果。不用了，我的伤口不重要，就让红丹落叶留给更重要的骑士们吧。放心，这点疼算不了什么，我可不是阿特利斯口中的娇贵小姐。好了，我们快走吧，我们离开营地很长时间了。这个给你。一朵盛放的蓝色蔷薇是送给我的吗？谢谢，我很喜欢，希望这样的美好可以永远握在我的手中。以前总是做梦，梦见自己睡到云雾散开，睁眼就能看到花海与蓝天，而我是一个尊贵又美丽的小姐。
蔷薇在我手中化为虚无，为什么会这样？不用说抱歉，刚才的景象我在梦中见到过，蓝色蔷薇化为虚无，我在花瓣中坠落。不过没关系，只是梦而已，鲜花会有盛开，也会凋零，再强大的人也无法征服注定的消亡。可是只要是花蕊落在土地上，就会有新的生命开出，不是吗？时间不早了，我们赶快回营地吧。就在团长离开这里后，我们遭遇了西莫梅斯势力的突袭，很抱歉我没有保护好他们。这不是你的错，不过好在我们找到了一些红丹枫叶，我们快去治疗那些受伤的骑士吧。多亏你们找到了红丹枫叶。团长，你在想啥子？我在想，这两次被西莫梅斯偷袭似乎都有一个共同点。是啥子？都是在我不在的时候。真的耶，好像真是这样。又是你的直觉吗，我的小姐？没有了，我只是随便说说，你们去照顾其他骑士吧，我想和冒险者一起去采些鲜花。好吧，我的大小姐，你总是这样，光靠直觉是打不了胜仗的。我故意把他们支开，是因为我想让你帮我一个忙，帮我在营地附近增设更多的顽固之眼，小心点不要被人发现。如果我的直觉没有错的话，卡利斯格骑士团已经出现了内鬼。受伤的骑士都安顿好了吗？都安顿好了。接下来我会委任冒险者帮我训练卡利斯格骑士团的骑士们，我需要他们变得更加强大，才能迎接接下来的恶战，你们同意吗？平时训练的工作都是你自己来，为啥子今天让冒险者训练？因为我要去遗迹之门的东边视察情况，这里就交给你跟冒险者了。团长最近有些奇怪，虽然我从未离开过遗迹之门，什么都不知道，但我相信团长的直觉。靠直觉还能走多远呢？出手吧，我正在等你们。发生了什么？我听到团长的声音了，冒险者快去看看吧。为了验证我的猜测，我故意说我会来遗迹之门东边，没想到西莫梅斯的势力真的在这里等我，卡利斯格骑士团已经彻底被他们渗透了。冒险者和我一起作战吧，记住留下一个活口，我有话要问。你快说，是谁派你来刺杀我？我就算死也不会告诉你。是吗？如果你不怕死，那你就不会成为叛徒。我卡利斯格骑士团从不滥杀，只要你告诉我奸细到底是谁。快说，卡利斯格骑士团的叛徒到底是谁？我就算死也不会告诉你。这是西莫梅斯惯用的魔法，可是他才不会亲自处置这小小的叛徒，越是极力掩饰的意味着这个人和我越是熟悉。冒险者，去遗落花地采一些遗落花瓣吧，答案会在那里揭晓。好，如果喜欢单飞影片，请帮单飞影片点赞、订阅、分享出去，开启小铃铛。那欢迎有能力的朋友加入单飞会员，给单飞一个实质上的鼓励。那谢谢加入单飞会员的朋友，让单飞有持续拍好影片的动力。希望可以继续支持单飞，支持这个频道。有你们的订阅真好，有你们加入会员更好。我们下期见，大家拜拜。